好了，我到教室白同学，白同学被他拍三百片，怎样？就是我这一台老刘啊，之前没有车库，在外面停车，风吹雨打哦，他的那个钣金上面的烤漆都明显褪色了，到底要怎么办呢？来，我们来研究一下。来，先我你看这台老刘啊，这个就是之前恩人车主很多年的时候，他有贴贴纸，我把它撕掉。哦，你看，整个哦，哎，这是一变折，就是只有一层，上面没有金油的那一种烤漆啊。啊，这台车差不多十几年前，前车主把钉扣过，整个都变成平光的。哦，有没有看到？啊，当然，白龙雪有那个，我有法度用我的迄种邪门歪道的方法，改恢复伊的光泽。但是一般的同学们，他要想办法把这一种哦单一颜色的书面车子哦，你要改恢复光泽哦，你要花那个九牛二虎之力，要不然就是要花钱的。哦，算了算了，我来看开钱那种修理得啊，那种美容啊。哎呦！什么东西呢？增艳剂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感觉有好康的，紧，注意不要割到手。哦，来哦，五十三的开开啊，明天看相机。波特奈国际有限公司，哎呦，刚讲够什么神奇的产品有白龙血用啊？来，两手打开，看是什么烧。哦，来对 ，OMG， 这七大光。推刺我的嘴型 ，Oh my god！ 不要死！这管你有先跟他讲啦，就这 Oh， 哎对，金牛王 ，Oh my god！ 还我票票增艳剂，简单讲哦，也产品属性哦，水啦，什么其他什么烧的，简单讲，它就是说，可以清除为了啥？车身划痕了，这是划呢，这写了唔对，划痕、水痕、哦、漆痕、淡化细纹、哦、太阳纹。哦，这个高效能什么什么东西，主要一共会增艳这个东西。我这台老刘刚刚那些状态非常需要哦增艳的部分，然后怎么样操作？我们大概简历一下看一下，一叫说明书了。叫我伊就讲，伊会当清除伊管顶的什么哦虫污啦，就蚊啊弄到痕迹，防止静电怎样怎样。来，简单说，厂商是跟我讲哦。这关什么还我票票什么 ？Oh my god！ 哦，伊是算敢那讲多功能啊，你免用一挂阿里亚扎什么清洁剂啊，什么奇怪怪，我们直接用我这一台来测试给同学看。行啊，因为这个光线非常难取角哈、哦，我把它选这个角度哦，叫补补嘛，补补，我们就是抓前面这边哦，我们直接来开箱来试用，刚好要都恢复这个光泽。来哦，来，我注射好了。这个贴起来、哦、我们只打车头这个部分，要来实战开箱这一台这一罐 ，Oh my god！ 啊，它这个使用方法哦，它上面有写了，就是用一般的布把它擦拭之后，像在打蜡一样、哦啊、一般的不织布，好，直上了哦。来，再换一个姿势哦，这样较特写，这样子再打会比较刺激。来，直接开始了。啊，这个我也没有用过了，它就这样。直觉性打开，啊个倒出来，来哦，啊这个我会一镜到底，这边我不跳接哦，就直接开始了，先平底，没有什么味道哦，直接开始，啊这个多还装那个啥大鸟大便，来哦，开始变魔术了哦，一共像打蜡一样，这样轻轻的用，啊这我这台车你也咧看，这台车根本拢。已经差不多几年没在洗了，啊，这个鸟大便顺便下去，有没有变亮？我们不知道哦，因为我怎么无啥都看到画面。好，换姿势，换姿势，换姿势。嘿，干片女王讲换姿势，但我刚才这姿势，哎呦，刚才有差呢。来哦，再来哦。干片女王讲换姿势，讲一解换姿势，哎。是，大面呢？哦，大面的，我们就这样子，很轻轻的这样推看看。我也没有用过，大家多瞧瞧，多变多啊！为什么不要用抛光机？抛光机这样就没有意思了嘛，对不对？你谁会
吃饱闲闲，里面去装那个抛光机，去买抛光机去煮。哎，好像真的恢复那个光泽了呢。但是我刚刚一直在吞，你要稍微要用力，没有红色的漆上来，这表示你们怎样？我觉得里面啊，我大胆假设应该是没研磨剂，应该啦。哦，来，再继续。啊，因为哦，有没有研磨剂哦，一来对不下啦。啊，但是我们就是以专业判断，你若研磨剂，你啊切落的时阵会红红，它目前是没有。哦，这个部分我们也是要把它诠释出来。后来，那边板怎用啊？直接擦掉。有金无？来，拿下来。哦，有差呢，要修嘞。有差呢，啊，因为这个很难拍啊。你看，哇，这里是没有的，啊，这边是有的。好，这边我们顺便来哦，固定好之后，我换新的一角。因为我嘛是讲，想讲担心唔知有研磨剂的啥，但是我问厂商伊讲吼，管顶因无写啦，啊无写时阵无，我们就用经验来测试。哦，就这样推，把东西嘛是安尼推尔哦，换姿势哦，哦来继续换姿势。啊，为什么要换姿势？因为我较介想要抢镜头。要不然都低视角拍是不好看啊！这光天啊，没有用过，我就是直接这样开箱给同学们看。我原底是想讲这台车要来用抛光的，你知道？啊，就是在想讲，唔知道什么抛光机啊？我之前有买啦，但是那个要那个抛光的那一种，一种电动的，胖你个胖的。啊，这个我只是用手推的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刚好这个厂商伊可能知讲白龙雪哦，这台应该需要美容。来哦，开始啊哦，好，直接来修尾，哦，修尾就是我们大概推一下，啊，这个我只是就跳镜跳来跳去而已啦，因为我那边运镜哦，那个镜头会晃，咱大概安尼好，啊，不然你用干净的部分把它收一下，这个大概就是用白龙雪的车下去测试而已的，好。捡捡，看影反光哦。啊，你看这有无切过这话，这就是啥？你有用到淡淡，它又会拖刀。你就是爱用正常，你在擦的时候用一个正常的那个新的布下去收，收尾会比较感觉比较好，较没有蜡印啦。好，我刚好擦呢，有擦刷有擦紧呢，有擦啦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特写。这个是刚刚白龙雪用那个 Oh My God 哦抛光过的哦，光亮如镜。然后这边哦，伊都安尼雾雾啊，我们要侧面看。等一下再来表演这边好了。哦，然后你这个角度来看一下，整个有无？这是哪座金的？啊，这里雾雾的，对不对？哦，哎、欸，你看你真好呢，真油。等一下我们再来测试防泼水。哦，这个部分我们把它玩一下。我知为什么有说 Oh My God。Oh my god， 比我想象中的简单、容易操作、好用。来，继续，来换姿势之后，我们用新的这一面来看一下。因为你有咧做美容的吼，就足惊讲内底有粗蜡的成分啊。但是我这么目前开用有无，它是没有出现那个迄、那个啥颜色失去扭起来迄个感觉的。但是到底里面成分是什么，你要改去改蒙得了。我只是。直觉性开箱，哎、啊，你教我，教我那个贴纸那种痕迹哦，十几年啊，哎、欸，超过八九年有啊，哦，我们就是直接这样把它推，因为有贴纸色才较光嘛，啊，无贴纸色较暗，我们大概就是用力把它推一下，真实的呈现。因为你如果说刮伤比较严重的哦，你用那个粗蜡细木的下去弄的话，效果是还不错，但是它这个目前来看哦。这就是刚一般的垃圾而已、哦、我们用嘴巴嘴不准，实际做给同学们看。啊，不然那些开箱这样、哦，我都是那个白龙雪都乱那个乱嘴，我不是乱嘴，我就是尽量把它一镜到底呈现给同学。哦，哦，
My God， 我早好，这么说 ，Oh my God， 开始拍 ，Oh my God， 当然好康诶。好，买啊收买，到底有没有 ？Oh my God， 我看一下，真正是安怎念知影 ？Oh my God， 真正有够金诶。我看种产品真有强呢，惊到，那么把闪光灯关掉了。你看这边嘛，过来这边，这有无？这无用到，咱搁脱脱嘞。这个你如果说有像潘龙姐这有贴一些光泽贴无，我是稍微用手按下去那个力道而已啦，不会很难推啦。我拢无爱讲啦，你用看就好啊。哦，真正有睁眼呢。刚刚讲，伊就是甲表面有无？这啥？你看这褪色，褪色这有无？反雾的这有，我们就这样擦，把它推起来。啊，正常，你再推的话，如果有研磨剂，照道理讲，伊这未来也变色，你知？好，我们再重新推一次到这边哦。啊，我是车是没有洗啦，没有洗的时候有无？伊有脏污尔啦，有无？啊，我们来测试这边已经亮面了之后。再来用一下，好，抹了一点点，这个所在好，吼、哦，安尼掉，看红彩掉起来了，没有，我看是没有，哦，没有，啊，因为你看这边这里底我拢无洗嘛，无洗你直接甲推有无？直接甲推有一挂脏污，哦，这个是脏污，它就起来了，哦，所以这个部分。哦、很真实的拍给同学们看，好，最后验收，裂起来哈、哦，这一横就是我们刚刚贴住的这边，有无？你看有两色无？有没有两色？两色刷两色紧的，哦，完全乌白两均，蓝强魂。换个姿势看，我那袂输人迄种，迄啥俏勇迄种鬼面罩，你知道？一边是亮亮的，一边是黑白的。弄好之后，我们来把它测试防泼水。来哦，这边哦，刚刚我们哇，这一条线嘛，就是这一个乌白两均严强分。你看，哎，好算，好算啦。你看这我已经差不多规单无洗车了无？它这边，伊这个弯转上面的张力一定是零嘛？啊，这边，哦。多一个种迄个啥分水岭，你有看哦？来看分水岭啦。哦，啊，防泼水效果是这样啊，但是耐久度多久，这个我没有办法测啦，因为那个要风吹雨打哈、哦，在外面测试。但是后来心得再分享给同学，我们来做个总结。简单讲，我知道它为什么叫做 Oh my God， 你们自己看画面就知道。好了，感谢那个金牛王哈、哦、，AutoNight 股份有限公司赞助这一罐那个，这名足长的啦，我们把它。弄成叫做 Oh my God 睁眼剂，也是睁眼蜡、哦、很真实的分享给同学，谢谢啦。来啦，卖光白龙雪给你自肥啦。厂商、哦、提供五位幸运儿，抽奖方式我爱 OMG Oh my God 哦，睁眼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个字，在这个影片下方留言板写说我爱 Oh my God 睁眼剂，在这个时间内会抽出五位幸运的同学，你将独得这一罐。My God， 这一瓶的那个睁眼剂效果好坏，看影片就知道。我的直觉性开箱分享，同学真正方便又好用啊！哦，然后抽中的同学里面一样截图哦，告知你的那个中奖时间，还有你的那个 YouTube 账号，你到他们的哦 FB 官网 AutoNight 哦金牛网那边，把他说哎，你有伫白龙雪家抽到一罐这個，然后他由。那么官网直接寄送给你们、哦、大概就这么简单啊。如果说啦，同学说嗯啊，用 TV 麻烦那贵八块呢，你如果觉得说诶想买去玩玩看的话、哦、来下面这边的资讯、哦、我们把它会留言在上面提供同学们一个参考。好，谢谢收看。好，节目最后记得呢，你那车褪色有无破皮的话不算啦，像白龙雪那白雾白雾你可以试试看看啦，几百块而已，试看嘛。我原本是觉得说应该是没有什么成效才对，但是我知道为什么这个车叫 Oh my God， 看一瓶你就知道了。谢谢，谢谢啦。都忘记说，在这一天晚上六点之前、哦、留言截止，如果抽的时候你是六点零一分的话，那就是等下次啦。好，谢谢。